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赖神昨晚以2440分打上巅峰网全国第七。不同以往的是，这一局并不是用的本命英雄老夫子，而是用的马超。马超给我。可以看到这一局的质量很高，赖神方有三个国服，一名职业。有趣的是，对面拿了一手老夫子对线赖神，而露娜的火舞也是国服。的确，你有的时候得认真打。人在做，系统在看，你不认真打一把，直接给你匹配一群连败的队友。欢迎来到王者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这局的辅助很会玩，中路抢完兵线直接转上，配合赖神打出了老夫子的闪现。他带的什么技能？我没看。闪现。纯路人，这个老夫子是出来吗？我操，牛逼，很细节，活服。二级赖神来到中路抢河蟹，此时鬼谷子早已蹲在草丛许久，就等对面探头。赖神四级，老夫子也才3级，此时正是越塔的最好时机，鬼谷子也刚好赶到。这个鬼谷子简直让对面绝望，每次都能拉到好几个人。他拉到了，没劲。哎呀，我看到战地的曙光呀！我终于不用连跪了。不在动吗？我封杀了。那我们这种快节奏阵容，你拿着老夫子加太乙，简直就是送的。由于赖神前期拿到5个人头，伤害直接爆炸，这波看到路过的老虎只用了3枪。大杀了，大路能压呀，马可没听话。差点三杀，我操，那没了。赖神复活，这波火舞多少有点上头，大招过来送人头。杀我，这啥意思呀？这么上头吗？差点，我扛。这个你刚差点三杀了一位。没事，我那个把那个炮车清掉了。实际这波是关键，个人认为这波赖神将马超的拉扯做到了极致。眼观其实。迎面而归。就这也追我，安之如鹰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全游戏进攻能力最强的马超，没有之一。我是整个王者峡谷进攻性最强的马超。我就算是一滴血，我感觉能杀你，你就是得人为万里。老夫子玩多了，乱世之中，我还将血为你。马奇进攻技能已经好了，游刃有余。请求集合。收到。压中能越吗？没闪，我再拿一个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太早。技能还为了他一下，拿下龙族的，我还将其威名。不到10分钟，对面外塔全掉，赖神方并不着急，决定稳一下，先打黑暗暴君。黑豹是最稳的，等黑豹是稳赢的。出来，给复活了，拿完黑豹冲一波，他们复活，没 CD 的。主动已经好了。神威万里。星石电车。来，中路直接推线。中路直接推线给我。乱世之中，我还彰显威名。可以越了，他们没了。发起进攻。没复活，太乙没复活。越中。算了。星石电车。兄弟，越中。太乙没复活。拆掉了，闪。算了，不着急。闪不到，他跳了。来一点血，能闪吗？有兵啊！点塔了。
他拍我了。虽然这一波拆掉两座高地塔，但是差点被团灭，对面硬是拖住了。赖神方也决定再等下一个黑暗暴君。我开大了，没人没人。独行。上路找个机会。请求集合，技能已经好了。迎面而归。横空出世。这边塔快没了，摸一半了。可以了。主动还未冷却。电贯击石。别急，上路先。上路再摸一波没了。算了，上路拆了。活我死了，我不用那个人，没关系，活我死了，先上。太乙族还有个闪呀，拆上，我这里。集合，进攻主宰。再来个龙，最后一波虽说对面三路全掉，赖神方依然不敢贸然开团，双方都在谨慎试探。最后一刻，赖神急中生智，站着不动，就等。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.